没有在淘宝上买这种便宜家具哦。到时候是这样，这一块板子还是直接这样断掉的。我传给店家要求退货，没想到拍销毁，拍销毁视频过来。没有在淘宝上买这种便宜家具，我已经买第三次了，每一次都毁损。你们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，收到的时候是长这样，这一块板子还是直接这样断掉的，很多这地方都是裂开的。于是我传给店家要求退货，没想到竟收到这样的回复。亲销毁，拍销毁视频过来，直接给亲退款。我没有看过有人有这种要求哎。哎呦我的妈！反转啊，角度反角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嗯，好，交给我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真的没问题。真的没有问题。真的没问题。真的没有问题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天哪，太疗愈了吧！这些是我最近在淘宝买的东西，就是很多，就是油罐。买了之后呢，有点后悔，我四个都买这种高的油罐，因为它有矮的，我应该选两个高的，两个矮的。可是我选了四个高的，因为价钱一样，然后我就贪小便宜，想说那我就要四个都要高的。结果呢，我就觉得啊，有点太多了。这两个应该要买矮的。等一下我来装盘子，盘子可以这样放进去，备料的时候可以放到这个盘子上面，然后变成一层一层一层的。不知道实际上好不好用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把它装起来用用看再说。挂钩，然后呢？它是一个五谷杂粮的分装盒，然后呢，它这边是它的那个盒子，然后它有六格，就可以这样滑到想要的，然后按。它就会掉出来，我就啊，好可爱哦，超疗愈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锅子，超级可爱的，那上面有一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熊。原理就是说，往内推的时候它孔漏出来，然后东西就掉下来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形状它不是圆形的，所以它东西一多的时候掉不出来，掉不出来。只有一个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掉出来的。
天哪，太疗愈了吧！这午餐肉直接丢下去煮的话不好吃，这一定要先煎过。要做比较大的菜的时候就可以用，可是只是要煮泡面的话是有点多余的。日月潭红玉红茶，我超喜欢日月潭红玉红茶的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个新茶，然后他送给我的，觉得很好喝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